农优势焦点财经的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陈少豪，豪儿健，豪老师。现在的位置正是在柏林的动物园车站主站，跟大家的报道世界焦点财经。美国上礼拜四、礼拜五，所有的零售数据皆表现不好，因而股票重跌，曾经到了1000点，所以你在买卖的动力不够的时候，就影响到美国的经济。显而易见的，经济的销售不好，而且进一步影响美国的各行各业。你在今年花钱的时候特别小心而谨慎。如果我再来跟你分享一下三点的观察，为什么零售业如此影响之大，供作你的参考。第一，利息一直节节上升，刚刚在调涨两码。当然你的车贷、房贷以及信用卡的偿还能力急剧降低，所以你购买能力就明显不够。第二，你的利息节节上升，通胀也上升，所以你花钱的速度就减缓。显而易见的，你就保留你的现金，封作你在其他地方的花费，也所以就影响到零售业的销售数据。第三，前景不明朗，你花钱更是小心而谨慎。所以总的来讲，加利息，进一步现金的流量你不够，前景不明朗，再再都证明你花钱要小心而谨慎。智慧人的话语就是：至高至上，荣耀归给上帝，地上的平安赐给你，愿上帝赐福你，在过节的期间让你能够有智慧投资而买卖。Our Chen 陈少豪现在的地点在柏林的动物园铁路总站，跟大家来报道世界焦点财经。我们下次见。